当时我就看见一个小孩的手，正好我走到那有一个女的，我说你给我拿着手机，我下去救人去。跳下去之后，等于是我都没有发现他，我找半天找不着，他水流的可急，你看他给水那个泥流，等于是捉到人。啊，所以说体力消耗的比较快，也大约就是二十多分钟，啊，已经精疲力尽了，头也晕，气儿也喘不过来了，等于是。啊，救人是尽力了，因为我感觉到等于是没有把人救上来。感觉有点深深的歉意，等于是一个小小的生命在我眼前等于消失了，我当时的心情肯定是非常的有点自在。虽说没有见过面，不说有感情，反正多少也有点等于是伤心，没想念这些事，自己深深的自责。好看视频，轻松有收获。